头像和黑妹，我头像。哎，还好还好，拿到刀了。刚才那个刺没放出来。我等追猎啊。20块没了。是真不怕真事儿，妈耶！不救了。用命狗的了。
有后羿加速还修得这么快呀？加好了。这波时长换的其实不好。看，很伤，非常伤。这波时长换的不好，应该换那个是传送的。不应该换的。这就开了，一会儿功夫他就开了，我操！因为三台都已经修了很多了，换个时长亏死，守不住电机。这把白给了。妈呀，这穷的。现在是刚修了人矿，好久啊，追不到，
那边在装修。看来这把又平局这人搞不上，丢了。这火关键时候不给力呀、啊！他刚才如果位置好一点的话，说不定就有机会了。
找不到了，看来我得守电机了。他要回去，他不就炸了吗？哎呦，听到那个声音，我扒到椅子上，我就烦。看来前锋修机还是慢的，没修完。那插的不是一般的多。
还好我挂了人，我知道他点的亮。你就直接跑了。那我不打你了。这你就打团啊。
松了呗，他不想玩了。人就沿着角落疯狂跑啊，这个时候有人敲门，那我也得去开个门。哎，没事，让他在外面等会儿，站会儿。看你也救不到人了。打团了，还有个人，不救了。打电话呢，等会儿接个电话。
多球，那刚才骚扰我根本就没骚扰成呢。你就把他卖了走地窖哦。可以，至少他下刀还能用一用。可能带个通缉会更好一点。没倒，慢慢打吧。他们也不修电机，全都乐狗的。少了一步，No!
这个估计是佣兵。真就不修炼一呀。我不找了，我直接挂挂不上人呐。佣兵救，两个人修，残疾特别多，残疾太多了。先知救，前锋修，佣兵也在这修。不救了。三连，看来可以用时长了，看情况吧，现在不用。没有，电机加好了，市场没用了，加好没电而已。
他可以救，但是你护臂为什么用完了？那你得小心了。我不出刀，这不白给吗？底牌约瑟夫有点强啊，他传送去门，然后还能回来，玩牌还能回来。如果没